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其实你长得不赖，但是穿的要能再讲究一点，那就更好了。欢迎二位，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？帮这位小姐选几身衣服。好啊，这边请。去哪儿啊？我不需要买衣服，更不需要花你的钱买衣服。你以为我想带你买衣服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是我姐非要让我带你来这里买衣服的。 你不听我的可以，但你总得听我姐的吧？二位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这边请。很荣幸啊，能够为萧公子和夏小姐效劳，不瞒二位啊，今天啊，唐英小姐就刚刚被我们接待过，我就觉得夏小姐的眉眼和唐英小姐真的有那么几分相似啊。哎，好了好了。 客套的话不用多说了，赶快带她试衣服吧。哎，好的。二位请看，这边啊都是巴黎的新款，只要欧洲那边一出，一个月后保证我们这里就到货。来来来，夏小姐，我帮您挑一款啊。喏，您看看这款吧，您看，无论款型还是颜色，很适合你啊，不妨试试。啊，我们再换一件。哎，这款，夏小姐。 这款看上去就简单大方，很符合您的气质啊。还有更好的啊，别着急，来，我帮你们选这款。来来来，夏小姐，您看这款，这款虽然看着不起眼，但是它穿上之后啊，能够体现您高贵的身份，不妨您试试这款。你以为你自己在挑男朋友啊？挑三拣四的，就这两件，换上它。 真要是挑男朋友，比你这要求会高多了。那我就试这几件吧。哎，好啊，这边请，夏小姐。 除了洋装以外，你帮我把他的项链啊、手镯、耳环啊、皮包啊都配齐。您放心，都准备好了。能<笑>、哦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 这句话说的真没错。在我看来，人穿什么都是一样的。怎么能一样呢？啊，当然，还差最后一步才能大功告成。还要干什么？上海人说呢，噱头噱头，噱在头上。烫头。